好，第42题是 GP 的应用题。他说，一个泵拿来 extract water out from a bottle。第一个，它能够泵56 cm³ 的 water，然后接着的是31.5，它是 follow GP 的啦。那我们找它 common ratio，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。我的 A 是56，然后我的 R 呢是31.5，OK，然后这个 cm³ 是应该是小个这样，不是 R，这个是 T3 是31.5，然后来让我们找 R，OK，so 我们知道那个 Tn for 那个 GP 呢是AR。Power n 减一，我们的 Tn 等于 Ar power n 减一，所以我的31.5等于56，然后那个R power 3减一，所以我的 R square 呢会是31.5除56，然后在这边31.5除56，所以它这个是9/16。所以我的 r square 会是等于9/16，我的 r 会是等于加减 square root 9/16，可是我的 r 必须大过零，所以我的 r 呢会是等于3/4，也就是0.75。OK，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呢，我的这一个a 是56，然后 r 是0.75，然后 the total volume can be extracted。这个其实就是 S infinity 的意思了，OK，到 infinity 为止能够多少出来？So 我们知道 S infinity 呢是 a 波一减 r，所以我的 S infinity 会是等于56一减0.75，然后0.25一波四乘四六是24，然后224 cm³。所以它答案会是224 cm³，好，就是这样。